今天来参加 L 杂志的路跑是参加 7K 的部分，相信今天有不少的跑友们呢是第一次参加路跑，选择 7K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那希望今天我们都可以顺利完赛，加油！很开心是由 L 国际中文版来第一次举办的路跑，希望我们一起变成最有智慧、最美丽、最健康的女性 L Run， 加油！我觉得今天呢，我还蛮满意自己的结果，因为我大概跑了1小时15分钟，然后跑了10.5公里，然后一直都很有体力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一起来运动，然后一起来试试看，相信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第一个10K。